续杯150元，再续杯150元。同样的咖啡，这一壶有38杯，却只要100元，甚至更便宜。Epson 连续供墨印表机，一瓶墨水的炼印量可以抵38颗墨水夹，价钱还可省上万元。让你5年不用换墨水夹，还全面升级3年保护，一抵38。要是你会怎么选？印表机的事就找5338研究室，我省省吧，就选 Epson 连续供墨印表机。想省就快换掉传统墨水夹印表机。